想，梦在远方的远方，明月徘徊谁的家，照亮少女家衣裳，袅袅炊烟的夕阳，唤醒心底旧时光，不问谁在谁心上，只愿留在你身旁，有你共赴下去吧，皇兄。皇妹，怎么样？在母妃的宫中，吃得住的，睡得可还行啊？有劳皇兄惦记，玉蝶还好。只是皇兄来，可有事啊？其实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我呢，我只是来替王总管问一问他与吴嫂的事情。王总管对吴嫂可以说是一见钟情，一往情深，这一点皇妹你也知道。当初在杭州之时，我觉得娘现在在宫中确实是有一点寂寞，不过现在恐怕王总管怎么讨好我娘都是无济于事的。请坐。你这么一说还真是，每个人的想法不同，但是你说吴嫂确实孤单，要不我们俩合力琢磨琢磨给吴嫂做个媒也好，这样平时的时候她也不会觉得孤单，也有人照顾她，这样也不错啊。如此甚好，这样一来可以弥补一下父皇和母妃把你从吴嫂身边夺爱而对吴嫂的愧疚。皇兄哪里的话，玉蝶是自愿回宫里来的，况且没有人可以把我从娘身边夺走。你这样想就好了。那这样，我把你的想法跟王总管说一下，免得他老惦记。那没事，我就先告辞了。皇兄慢走。大爷，你来了啊。照方抓吧。清代5钱，山仓的5钱，瓜老人5钱。好好抓啊，分量要足，选最好的。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良药苦口利于病，吴嫂喝药马上好。好，吴嫂喝药马上好啊，好啊。哎呀哈哈，那个秦娘啊，哎呀，吴嫂。哎，王总管。吴嫂。你脚怎么了？切菜切的。你用脚切菜？
啊，跟王爷出居的时候，我自己来，我自己来。趁热喝啊！你既然受伤了，我来吧，你就拿药，我自己熬就好了。自己熬？这马木的都是药味儿啊！你还要保密？赶紧喝了吧。赶紧喝。来，这什么？糖。药苦。娘，参见公主。王总管不必多礼。王总管，你不是有事要走吗？我走吧。我太忙了。那王总管慢走。好，我太忙了。我太忙了。对了，昨天下棋下得怎么样啊？别说了，娘，输了两盘呢。哎呀，你是故意输给你母妃的，对不对？只要母妃高兴啊，我怎么都可以。母妃一直要我陪她在宫里待到天亮呢。做娘的肯定是这样的，一家团聚太好了。对了，娘，今天啊，皇兄还特意来找我呢。什么事？为了王总管的事情。王总管？他有事吗？他说王总管对娘情比金坚，又会做菜，想问娘的意思。我的意思是不行。娘，你看啊，王总管和你都精通厨艺，你们之间肯定有很多共同的话题。我也看得出来，他对你啊是一往情深。况且我现在入宫了，我看他呀啊，他是真的对你很好。哎呀，娘累了，要休息了。你看这样的话，我在宫中，我也会放心，不是吗？放心，娘，不送不送，回去吧啊。听我说呀，好好好，我会考虑的啊，我会考虑怎么样拒绝你们的啊。你好好考虑一下，赶紧走吧，赶紧走吧。看到你，这不是王爷的席子纸吗？公文，恭全府，吕妃娘娘，您还是先管好您自己的事儿吧，别人的事儿还是不要瞎操心。我怎么对付秋月您也看到，我想娘娘您不会傻到想重蹈秋月的覆辙吧。
全福到底想干什么？他分明是在盗写公文，难道他是想假传军命？他一个内奸，跟上阵杀敌又有什么关系？难道他想对王爷不利？我得通知王爷。王爷，不行，我得去告诉王爷。王爷，我劝吕妃娘娘还是闭紧嘴巴少问为妙，不然的话我怎么对付秋月你也全看到了。我想吕妃娘娘不会是想重蹈秋月的覆辙吧。本王今天叫你来，无非是想让你辨识一下武器，看看有没有你见过的。嗯，这个。嗯，这个呢？嗯，你刚刚一摇的动作极其相似。你说这个拂尘是武器？好像这白毛里面还有一把刀。刀？王爷，难道是江湖人称的拂尘无影刀？那你细细跟我说说，这种拂尘藏有刀刃，刀刃可进可出，但是轻易不会被人察觉，若是看出来那就没命了，所以江湖人称拂尘无影刀。这么说来，此人在府中持有拂尘，如此一来一定是公公。怎么，做你的妻子我连自由都没有了？你有没有自由我说了算，我说没有你就没有，你没有你父亲也没有。你放开我，你这个畜生。将军，大事不好。说。我们今日一战又败了，李马率领3000大军把我们的队伍包围在里面。我们的骑兵队伍呢？咱们在平原上也会输给宋兵。李马也率了一支骑兵，而且个个用神臂弓，骁勇善战，神勇无比。滚！是。立马，早晚有一天我会把所有的耻辱统统还给你。哼，不是立马太厉害，是你太无能。我再无能，也强过你的父亲阿尔哈图。我总不会拿自己的女儿去当筹码做交易，到头来赔了女儿又折兵。那是我父亲所托非人，看透了你这狼心狗肺、禽兽不如的东西。我现在只知道，没我的同意，你父亲不敢踏出他的大帐半步，你也不敢。你不是一向都喜欢聪明能干的我吗？要怪就怪你们父女俩太蠢太没用，不能怪我。如今你现在处处失利，大军节节败退，你愧对大王对你的信任，更对不起我父亲为你做出的牺牲。你如此表现，还不如回家放羊呢，也省了一只牧羊犬。哈！哎呀！吕将军，二位将军辛苦。哎，立马哥哥，我想死你了，你没事吧？累不累？累不累？哎，我没事，我也不累。我军这次大胜，也不光是立马将军一个人的功劳啊，是不是？再说你见了林爵将军，那可是你的亲大哥啊，你都不闻不问，这恐怕不合适吧？我哥就是我哥，用得着你这外人说话吗？静儿，不得无礼。将军，赦免无礼，请将军多多包涵。哎，没事没事。这样，既然二位将军大获全胜，本将军为你们摆宴庆功。走。走吧，李曼哥哥。嗯。哎，啊，知火旋风，你又立功了，一会儿我好好犒劳你。走。二位将军打败完颜兵，真是可喜可贺。来。
本将军敬各位一杯。啊，多谢吕将军。来。二位将军放心，过后我一定向皇上和王爷给二位将军请功。多谢吕将军。多谢吕将军。来来来，吃菜。多吃点。吉儿，林大哥，我们一起敬吕将军一杯。对，我们一起敬吕将军一杯。吕将军，末将敬吕将军一杯。以末将来看，吕将军运筹帷幄，统领大局，才是我宋军不断大胜的关键。能有今天的战果，将军可堪称是居功至伟。居功至伟，是尾巴的尾吗？还有你毕可塔，你只不过是个可怜的敌军降将而已，有资格在这儿说三道四的吗？我知道你对毕可塔有成见，毕可塔不怪姑娘，可是吕将军毕竟是三军之主，姑娘如此言语怕是有些大不敬了吧。吕将军，在下为你鸣不平啊。吉儿，你少说两句吧，大军得胜，全营将士人人功不可没，李马不过是尽了自己的本分罢了。吉儿，不要胡说八道。将军，吉儿言语冲撞，多有失礼，请您多包涵。来，我们一起敬将军一杯。将军，请。嗯，请来。夫人，趁热吃吧。拿出去。夫人，这又是何必呢？此一时彼一时，现在已经不是阿尔哈图将军掌权的时候了。但是乌纳西小姐仍然贵为将军夫人，你该懂得珍惜吧。滚出去。汉人有一句话，识时务者为俊杰。还有一句，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尽管你看不起你的父帅，但也许他是对的，只是你不懂珍惜罢了。因为你是女人，所以你并不了解你父帅的心情。其实啊，与不择手段的你父帅比起来，完颜将军尚不及他啊。只不过完颜将军运气好点罢了。夫人，保重自己吧。这么精美的烤肉，为父还是在你完婚的时候见过的。那父亲就趁热吃吧。是谁让你送来的？是完颜泽立吗？是我送给父亲吃的。是谁送的？这么重要吗？真是完颜泽立，哎呀，毒，毒啊！不要吐了，不用吐了，不是完颜泽立送的，也没有人下毒。那这是谁送的？是多罗。多罗？怎么是他？是他送给我吃的。他跟你说什么了？他说，尔虞我诈的事情，您做起来比完颜泽立更加得心应手。他还跟你说什么了？还说，也许你是对的，是我根本不懂你。他真这么说的？
我想我把他送给我的肉转送给你，也许是我唯一能为你做的了。不不不不，你还可以为为父做更多的事情，你可以帮助为父啊。我还能帮你什么呢？你可以帮我把多罗变成朋友啊。我又成了你一个更有价值的筹码，是吗？怎么了？公主，嘘，跟我来。五嫂在里面呢，还有那个王胖子又来了。他们两个神神秘秘的在聊什么呢？我看五嫂并不开心的，我就知道五嫂根本就不喜欢那个王胖子。谁告诉你的？就知道在这胡说。哎，你真不想知道他们食盒里有什么好吃的？你就知道吃。我现在去找王爷，有什么事再告诉我。好。把它喝完呢。喝完了，王总管。谢谢啊。你老谢我干什么呀？我说了，照顾你就是要照顾好你。男子汉大丈夫，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啊。你把它喝了，只要你能接受我接受我熬的药你吃了我熬的药，你就好得快，我们俩就可以出去散步哦。哎，你在安慰我。哎，王总管啊，你来了半天了，你回去吧，不妨碍你了，走吧。你累了是吧？累了我扶着你躺下。我不是累了，你说你来了那么久，我怕别人看见说闲话误你清白就不好了。我就没清白。不是，我来是想把你接回王府去住，那样我好方便照顾你啊。去王府住，哎，玉蝶肯定会怀疑的。那还有啊，其实你熬的这个药这么辛苦，我不想你这样。哎呀，那药吃不吃也无所谓啊。哎，反正郎中已经说了，这病也没法治了。我搬去皇宫住，跟住在这里，你告诉我有什么区别吗？王府有小贤啊。那现在小贤不也在这里吗？还得走过来吗？哎，不是。我可以走，我可以走。要不，哎，对了，咱们出去走一走吧。啊，公主请。玉蝶见过皇兄。坐。红梅，你前来何事？我今儿来找皇兄是想说王总管和我娘的事儿。怎么，五嫂答应了？还没有，不过我看王总管经常跑去给我娘送吃的，应该有点希望。哦，怪不得这两天王总管连我的膳食也不管了，原来是在想办法讨好五嫂。那皇兄这两天是不是没有好好用膳？要不玉蝶到膳房给皇兄做几样小菜吧。那样甚好，我真的是好久没吃。玉蝶，你现在贵为公主，膳房那种鬼地方不应该再去了。没关系的，都是一家人，哪有什么应该还有不应该的呀。可毕竟你现在贵为公主。难道皇兄是有什么不开心的事儿吗？最近边关战事不断，胜负难分，父皇让我督战，你说我岂能不忧心？不过这种事儿不应该跟皇妹你说。皇兄有公务在身，玉蝶也不好多问了。王总管和我娘的事儿，让他们自己斟酌，我相信一切都会水到渠成的。也好。
吕妃娘娘。娘娘。拜见公主。娘娘不必多礼了，你怎么一个人在这儿啊？公主，以后请不要这么称呼我。我一个王府的侧妃，怎么能在公主面前称为娘娘呢？我都习惯了。你怎么一个人在这儿啊？秋月呢？啊，秋月前段时间老家有事，我准了她回去了。不管怎么样，娘娘身边总得有人伺候着。我看你这几日气色不太好。啊，有吗？可能是因为王爷整夜的操劳国家大事，我也就没怎么睡好，所以脸色是差了点。有空啊就该多休息休息，这里风冷，我送你回去吧。啊，不用了公主，我自己回去就是。娘娘不用跟我客气，反正我也没什么事情，我送你回去吧。小宝贝儿，我终于要走了，终于可以把你们带在身边，不用再藏着了。小宝贝儿，我哎，秋月昨天一整晚没回来，该不是跟人私奔了吧？哎呀，你可别胡说，小心被他听见，在吕妃娘娘面前告你的状，到时候吕妃娘娘一动怒，还不抽了你的筋，扒了你的皮。我看不会了，今天早上我路过秋月姐的房间，里面好像被翻得乱七八糟的，我看她不是拿了东西和人私奔了，就是出事了。出事了？昨晚我在房间里好像听见柴房里有动静，好像有人在叫。你别乱讲，说得好吓人啊。公主，你们在说秋月的事儿？没有，我们什么也没说。照顾好吕妃娘娘，其他的不要管。是公主，奴婢知道了。去吧。是。当上皇后的，像你这样心如蛇蝎、猪狗不如的畜生，是不会懂得什么是母仪天下的。我怎么不懂胸怀社稷？我又怎么不悲悯苍生？有一天，我就是要母仪天下。哼，可惜。有一些人是永远都看不到了。公子桓，您这是有什么事儿吗？小福子愿意带狼。闪一边去！给吕妃娘娘准备的东西，也是你这个奴才可以随便乱动的吗？走开！
王爷，什么事如此慌张？请问王爷是在找一件带着白毛的武器？娘娘请。臣妾参见王爷。免了。我问你，你昨日可曾找过公权福？我没有找过他，我到现在还没有见过公权福的人呢。那昨日你可曾派公权福出府替你做事？王爷，公权福他出府了。参见王爷，参见吕妃。王爷，在公权福房间的床下发现大片干涸的血迹，怀疑是他杀小春子留下的。仵作确定公权福床下的一定是血迹吗？先至问去。王爷，淑德公主到。玉蝶参见皇兄。免礼。皇妹，这么晚了怎么又来王府了？本是去探望吕妃娘娘，顺路过来看看。公主，你找我呀？是啊，听说吕妃娘娘的婢女秋月回家探亲，见娘娘这两天心情低落，不放心你，所以特来府中探望。秋月也出府了。是啊，王爷，也是公权福来跟我说的。我当时头很晕，躺在床上迷迷糊糊的，所以我就答应了。秋月一直是伺候你的人，你病重，他为什么离你而去啊？王爷，这秋月跟了我这么多年，他跟我说家里有事，臣妾自然会答应的。你身体不适，你先回去休息吧。是。你们有谁见秋月出府吗？看来这件事情很是蹊跷。王爷，如果没有人看到秋月出府，秋月一定还在府中。属下认为这件事情有些蹊跷。秋月告假，为什么要公权福来通信呢？现在公权福下落不明，难道秋月已遭遇不测？要不然就是两人共同作案，现已双双逃跑了。传令下去，全城搜索公权福和秋月，生要见人，死要见尸。是，王爷，属下这就去办。
看来近期王府中发生的诸多事情都与公权府有关，只是不知道他到底是何居心，又是受何人主使。想想这一桩一桩的事情又让我糊涂了。如果说公权府杀这些人，他只是为了贪图小小的金钱，那这个人的心实在是太过歹毒。依玉蝶看，没有那么简单，只是不知道他带走的食盒里到底装了些什么。这个恐怕只有公权府自己，或者是秋月才能给我们答案。我只是觉得事情很蹊跷。王爷，公主，属下已经询问过皇宫府内人员，并没有人见过秋月离开宫中。要这么说，秋月还在府中。可吕妃说，秋月已告假回家。吕妃确实说过这样的话，只是不知道该不该相信。我只想知道秋月到底是什么时候不见的。公主宴当日，吕妃娘娘中毒晕倒，后被带回寝宫医治。秋月以替吕妃娘娘更衣为名，让所有的婢女都出去了，之后就再也没有人见过她。吕妃娘娘晕倒的事情我知道。吕妃娘娘晕倒，那传的太医是哪位？他又怎么说？太医说，吕妃娘娘是因为轻微中毒，并无大碍，只要远离病毒，将养几日就没事了。娘娘中的是什么毒？好像是蓖麻一类的毒素，可属下认为蹊跷的是，这么大的事情，吕妃娘娘为什么没有声张？这不像她的一贯作风啊。可是那天我去看她的时候，她竟然说没事，可见她并未说出实情。周翔，查两件事，一是查清楚催命粉的来源和下落，还有，去秋月房中搜查一下，看看有没有催命粉的痕迹。最有机会给吕妃下毒的应该就是秋月。属下明白。如果在府中找不到秋月的话，这件事是公权府传出的，我想一定和公权府有关系。公权府出府，秋月失踪，吕妃中毒，加之面具张小春子被杀，这些事情之间有没有必然的联系？我去问问吕妃，看看她到底怎么解释。这样也好，分开行动，免得打草惊蛇。干什么呢？回州护卫，也不知道谁在这挖了一个坑，净给我们添麻烦。这帮宫女儿也太不像话了。哎，周护卫，也许是小猫小狗顽皮挖的。哎，我说你何必冤枉那些宫女儿呢？哎，你别替他们说好话，快干！就知道你喜欢那个秋月，可人家眼光高，看不上你。哎，有完没完了？干活也堵上你的嘴是吧？干活，慢着。这坑不要填了，我没回来之前不许任何人靠近这个坑。啊什么？不许让任何人靠近这个坑，在这守着。是。难道是有人故意打扫过？臣妾拜见王爷。免礼。怎么样，身上的毒都解了吗？臣妾好多了，谢王爷关心。可曾查过毒物的来源？
没有。王爷怎么想起问这个了？有人敢对你下毒，这么大的事你怎么不跟我说一声？王爷，臣妾这身体是小事儿，要是误了王爷替皇上处理国家大事，那可就得不偿失了。也难为你这一片苦心了。来，现在怎么样？身体好些了吗？臣妾真的好多了。你是真的不知道这毒物的来源？王爷，我这身体已无大碍，就别追究了。臣妾以后多加小心就是了。我可没瞎说，昨晚我在房里好像听见柴房里有动静，好像有人在叫。啊，你别乱讲，听着好吓人啊。刘